你以为这个黄色的小球真的会从左边的碗变到右边的碗过来吗？其实换一个透明的碗，你就可以看得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在盖碗的时候，小球已经被小拇指给偷走了，顺手把它放进另外一只碗里。你不会真的以为这两个铁环只要相互敲一敲就会连在一起吧？其实看似两个正常的碗，只要摩擦一下，我们就可以发现里面的机关。铁环就是这么进出的。你又以为这根黄色的橡皮筋真的可以穿越绿色的黄？